一姐，哪里啊？分了，救救左下角！这个，喝了酒。这个是，不是我没跳杀，不是跳杀的，还有一个，应该在上面那去。在这吧。他包跳了四个，在这好吧？我说，我也记得跳了四个。 挂逼，挂逼，锁甲的，挂逼，兄弟，我去救，在什么位置？剑，我看他漏了一下。在围墙吗？啊，皮个臭！在那个菜场里面。不用，往左边蹭一点，我打到那个没补啊。 啊！你防你啊！我操你妈！什么雷啊！我操，这逼好猛，兄弟，两枪头。我三刀，先救他。本来架左边。没事，我一刀，你慢慢打。还剩俩。等右手，左边不会出来。倒了，还剩右，还剩哪一个？应该再救我这个。我也觉得再救。楼顶那个是吧？没救，就在就咱们仨。找一下人。 我就挂老火，右边三层楼丢了，因为说EDC，打药，我们防区还有个人呢，那我知道，我在楼顶，左边石头还有一个，右边石头，三，还有一个毒狼，这毒狼我清了，没有看到，到了，我知道了，他倒了，我丢了个，哎，完毕蓝圈，二楼，我操，到，到了。 外面有另外一堆，外面有另外一堆，他妈是真惨吧！哎，我操，一楼分子，上面直死，有分子，我操你妈，老子次次撞房区吃个闷雷啊！左边房间，一滴血，下来，闪他妈！ 怎么在楼梯掐的呀？听着他妈好像左边房间掐的闪。一个。我操！我楼梯楼下二楼。二楼。过了，维克多。太惨了。我靠！没了。我能救。妈的！上来了，叔叔。给我背两。